厂商联合总会蔡同庆蔡理事长，蔡理事长请。总统，各副会所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长官，各位企业的先进，各位各样的各位和平的人。我是那个中央民族党区委书记蔡同庆哦，我今日甲大家报告，在经济哦全球化，经济国界的此刻，每一次的动荡，每一种的灾难，每一个协议与联盟所产生的效应与影响，是遵属于地球村的每一个国家无法置身事外的。所以，当东协10+1、10+3、10+6都没有台湾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思考我们企业怎么办？台湾的竞争力，我们被边缘化之后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，我阵啊，我就想讲哦，爱找我家己客户足济所在，太多的歹处吼，伊的汽车业。伫全世界吼，比特币是上济啦吼，啊泰国下摆有当讲叫东方的比特币，啊我的客户都一拢做汽车轮胎业的迄个零件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要去泰国投资，我也抢到泰国的百米免税，因为吼，咱的总统有一个真明智的抉择，就是要来和咱台湾含大陆签这个法。这个两岸经济协议，所以吼，我着唔免去泰国投资，我会当当台湾继续投资，因为这个话吼签了，咱会当消除关税的障碍，进行全世界的布局，是咱国内首相所关切。咱这个话签了，两岸吼会当。提升产业的竞争力，开拓大陆的市场，进而吼，甲东协甲世界各国吼签 FTA， 所以吼，我着放弃这个泰国的百米免税，着决定伫我的故乡罗德，头日岛边啊，这个申请10公顷大概两多土地，来设厂。啊，若无我去泰国投资啊，我会干呐带差不多10外个，我的干部去。所以拢请泰国的劳工，若我当台湾投资，我100派拢请台湾劳工，对台湾的就业机会，迄个帮助啊会真大。我相信哦，伫台湾所有即个厂商啊，拢也会参我的同款的想法。你当讲哦，去国外投资哦，出外三不便啦，脚踏人的地，口吐人的天，像郭台铭先生啊，去大陆工作才较忝。咱若在家己个所在，相信袂发生吼，迄跳楼啦吼，啊，甲咱大陆各种个干扰个问题啦。所以呢，我也真感谢吼，咱总统真明智个抉择啦，咱台湾刚才了签一个话，进而会当含世界签 FTA， 所以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啦，啊，感谢总统帮助咱台湾，让咱台湾即个土地个人会当咱台湾安身立命，佮最近因这波迄个产业创新条例吼，把咱营业所得税降存17%，啊，佮在遗赠税财政部遗赠税降10%，咱台湾遮个人会当累积愈侪资本，而且好好过咱台湾的子孙，伫台湾，伫咱总统的领导之下，咱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，当咱遮好好啊，当遮生存。咱大家安这个安居乐业，咱在祝新加坡总统。高中一个，感谢伊的热情，好唔好？以上我还有两项要强调一下，就是，像这个话，咱台湾的产业会当这个安身立命。第二就是，员工会当增加就业的机会，咱台湾人拢有工会当做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